这项中学篮赛今天继续在台北市大安国中举行。上午四场高中男子组预赛中，师大附中、建中、东方和景文分别获胜。在高男组方面，目前可以看出沪江、东方、中兴是有希望夺标的队伍。下午四场高中女子组的比赛，石信、金欧、静修和北一女分别以悬殊的比数获胜。高女组方面，目前以静修、金欧、太北和石信现况较佳。这项球赛将继续进行到本星期六结束。